今天早晨住的这个宾馆环境还不错，费用也不是很高，在烟台的海边。完了以后，现在已经是淡季了嘛，又不是十一。人家那个宾馆的服务员告诉我，连那个早饭都没有。不过自驾游呢，有这么一个好处，就是车上可以放很多的东西。这个早饭呢，其实早就准备好了，传统的方便面，看看，这是卤蛋，哎，今天开车啊，将去蓬莱。看看神仙待的地方，卤蛋放进去，这是肠，好久没吃这东西了。中秋节，哎，是中秋节吧？这什么节？吃月饼啊，带的稻香村的。啊，弄水。出门自驾游，我是从来不喝当地的水的。要不喝的就是啤酒，要不喝的就是，矿泉水。当然了，冲泡面用的也是矿泉水。开冲，很丰富嘛。手机压上，好了。